双锁，好热呀。哎，夜晚，你名字凑错了吧？夜晚，夜晚，你有办法了？别想我说。如果缘分是天空的一封信，见奴婢名字很惊慌吧？你这个贱婢，背叛本宫！你敢背叛本宫？皇贵妃想毒害奴婢，奴婢就算是尽慎刑司受尽刑罚，也断然不会。